大家好，我是青青，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斗技竞技场。今天还是采用这个大和的阵容来打啊、希望打得好一点，因为上一次赢了一场就被刷掉了，所以大家对这个阵容没什么印象，今天再试用一下。好，已经开始了，看一下对手的这个阵容啊，这个阵容非常的一般了，非常的平民。哎呀，我这个有点昏头了，应该用这个角都去打断他比较好。这个大和的奥义这样浪费了，确实是有点心不甘的。好，这个连击了之后飞一下。哎呀，他这个歇的奥义，其实是我慢了，其实我是想到要打断，后来我一想打断歇也是可以的，就算了，结果被他占了这个大便宜，我又被喷了一次火，博主有可能阵亡了。但是也有可能不会，他的血一丝血就是不死，这下不错，自来也也被控制了，哎，还触发20连了，好的，差一下30连，真的是，哎呀，活猪死了，飞。这个查克拉100跟查克拉60的伤害果然是差很多。好，第二场开始了，对手是一个也是平民阵容，是一个鲜明的阵容，鲜明五爱罗加千代婆婆晋宗十人位。这千代婆婆其实是就是打副本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好用，打强者原来有的地方是挺好用的，但是实际 PK 的时候我觉得作用真的是很小啊、大家都玩笑说嘛，如果千代婆婆出了泳装版肯定无敌吧，被动是减少敌方所有抗性和防御80%、啊、非常猛，哈哈。掏一下鸣人，结果还没掏死。哎，我想他中了标记应该差不多。哦，不过对方好像已经退了。好，第三场开始，对手的阵容是一个土三雷。这个一上来定他的土主，其实不是最佳的选择，因为可以不定的。因为可以等一下，因为他肯定是到最后才会开二次普攻，等他要开之前我们把他的蓝抽了然后再定他，就不用定他了，这样比较省事。好，我们飞一下。哎呀，他这个土主是有霸体的啊，等下个回合掏他的土主。哎呀，没有点到，又点晚了。哎，不过好像三雷并没有解到，没有解到这个定身，所以三雷不能打啊。那这下就好多了，我三雷被他戳两下还是蛮痛的，不过他现在还没查克拉，就算没查克拉也是很痛的。剩下这个云忍的这个护卫就没什么用了，虽然单兵作战能力还可以，普攻也还挺痛，但是打不死人了呀，有两个霸体呢，两个霸体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啊，精神免疫也是被连击带走了。好，神丹一下打死。
好，第四场开始了，看一下对手的阵容还在转。哎呀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呢，他就把结界开了。我这下这确实是有点小郁闷。这一看就是土豪啊，是不是？金明加无影斑，这个确实是让我挺尴尬的。不过好像也不可怕，他这个搭配好像是有问题。咱们看看再说吧。看他奥义谁啊？我来先定一下他的水主，然后再定一下他的二代。哎，好像定不住。哎呀，哎，他打的还是我的火主，那没关系的。那这一大套连那个，哎，没吃完呢。哎，有一个闪避是吧？好，加个忍术再普攻，把水主掏死。跳，好的，好的，金明趴了，哈哈。哎，哎，这下就没有下个回合了，太爽了，我一大活死。哎，没有，还没结束，我以为他毒死了呢。好，这是第五场了，对手的阵容是一个四代夫妇加洪老师土主的组合。我是玩过他这个风主版蛮好用的。这个，哎呀，被抽蓝了，再抽回来。哎呀，他是免疫。哦，那这下我有点亏了。哎，这已经是第二个回合了。嘿，我还以为我还要后手控他呢。哎，这下亏大了。不过也还可以，没亏到姥姥家，还能打现在。因为他的这个群杀的是不够厉害，四代只有在有助战奥义的时候那个群杀才够强，没有助战奥义的时候就不行了。开二次普攻，好，开吧。两次都没刷新出来，哦，对，那真够抱歉的。哦，这个明妈正对着霸体也是很尴尬。哎呀，定身给我来了个定身，然后把火主给补刀了，角度给神男恢复状态。好的，神男你一定要连击啊，他们这么揍我们，我们也得飞他们一下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呀，那个洪老师这一点血他也不死啊。没关系，我们掏死的，好不好？顺便给角度加点血啊！这一下虽然是在竞技场里，也能加不少血的。顺便解个状态，两个1028呀，可是2000多呀，再加上他本身回血再回1000，就是3000呐，很爽啊！看那个血槽一下子就多了。好，神男又连击了一下。好的，来来来，你奥义完我飞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来，这一飞，四代也没了，只剩下明妈了，那就没有得打了呀，拜拜，呵呵。好，那这样我就是用了这个大和神男的阵容，
取得了五连胜，但是今天唯一遗憾的是，强敌擂主的根性和止水一次都没有碰到，也是很奇怪，因为止水真的很多啊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支持与收看，我是晶晶，再见。